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求这个行列式的值。那一看的话，哈，这个约类是它的两倍啊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哈就给它什么哈，乘以负二，啊加进来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这样就等于多少？这个乘以这三六九六啊，啊减了多少？这乘以负二加进来。这是18631863啊，乘以二，六十二，十七，2726，有没有？二三六，二六十二 G， 二八十六十七 G， 3732，3726，所以呢，一减下来是负的。减上去嘛，这个的话是多少？是三，零，所以是负三十，这个比它大，那一减是负三十，所以这是负三十啊，乘以呢负二加进来，这是负三十，啊乘以负二加进来，这是1234，啊减多少？1244。所以这也是负十，这是负十，负十，哦，这18636222。好，那我现在哈把那个，负十移出去，负十抽出去啊，就负十，那就是31863，1622。啊，这样等于负十哈，这个减这个，这是361866，1866减多少？减1863，哦1866减1863，这样等于多少？这个是三嘛，所以是负三十，负三十。所以答案是负30。